大家好，这里是硬核吐槽帮，今天跟大家唠唠幸福触手可及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男子为啥深夜在阳台眺望，是心怀叵测还是别有深意？房东为啥频频闯入租客的家中？一，你住进了我家。自从周放租了宋礼的房子，住在了宋礼家对面，宋礼就多了一项爱好，没事站在阳台看看我媳妇干啥呢。天哪，我媳妇认真工作的样子太好看了，今天我媳妇怎么还没回来？怎么有个男的送我媳妇回家？哼，我打翻了醋坛的，飞速下楼安排个偶遇，刺探一下情敌，正大光明的看被媳妇发现了怎么办？不要慌，大大方方去找他。二，我出现在你家，送礼到周放家就跟回自己家一样，不用打招呼直接就来，没事蹭个饭，虽然不受待见，饭也没蹭着我，但刷了一波存在感呢。不管啥时候都没当自己当外人，进屋以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拿起桌上的零食就开吃，看见周放父母还说人家是客人。送礼你是真行，你这到底是你家还是周放家呀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来客人了，家里啊，你才是客人吧。总之在送礼看来，你既然进了我家的门，你早晚都是我家的人。